Welcome to the 广东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深圳有几百万潮汕人在此拼搏。腾讯的马化腾，宝能的姚振华，国美电器的黄光裕，除了这几位潮商巨佬，还有做着小买卖、小经营的千千万万潮汕老板。他们遍布在深圳各大商业街和各大集贸市场，特别是全国电子市场第一街，也被称为潮汕人的华强北。你知道在深圳的潮汕人为什么这么牛吗？一起来说说吧。